对，拿点锹，有绳。你没戴手套啊？戴啥把？一出啥把？咱种的苞米地那儿，一出那儿就停。上面那个小弯就是往山上拉屎，到不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张雷。今天大哥车落了，那个误我们上面了，然后找他帮忙上去给他拉一下了。这个，哎呀，谢谢。啊，现在在行进的途中，他才走到那儿啊！瞅着大山沟了！哎呦我去，要停下我要上去啊！你出来干啥呀？哎呀，我害怕，我看你还没回来，我就自己跑出来了。怕了有点啥事儿？你们走的那道你还敢走啊？那你没看到大的洞，那脚印都有。我看到了，我都可害怕了。不行，赶紧往外跑吧。你走到这家走了多长时间？我从10:10开始出来，10:11出来的。10:10了。嗯呐，你知道我走了多长时间吗？多长时间？哎呀，我得走差不多2个小时。啊，我看你还不出来我就害怕，然后我一出来我看见动物脚印了。我走的，我跟你说，我腿都那什么了。哎，后边你看还有个拖拉机，他爸开的，遇到好人了。啊，你走我挂。这是你录吧，我吃吧。先点那个，这底下这木头是坨着的。挂钟板上就怕撑这个了。不是，我是两边挂呗，两条线。钟板是不是硬身？轴那嘎不行啊，它里边正好就个刹车管儿。你那挂腰绳，你挂不好，你勒憋了。就在挂钩子上这样式的兜上，就像这样式的。就这么使兜上，变成直的了，就是，它这两头都蹭你它了，你要不就蹭一面。能达到这种程度吗？就是我说啥意思？它可能是，你是这样式的，完这中间是走中间，从这嘎子兜它的就不蹭了。对，那就这么穿上呗，穿上长了就有点生。你说就是这么意思？对，这么意思的话不蹭这儿了呗。行，这样式也行。你俩过来吧，这样式。这是啊，我去，四轮，那牛啊！大，我去，带这大四轮在放带防滑链子，老厉害了。是在把手刹放进去吗？啊，对，那肯定的。
点啊。啊。一点儿你直接慢慢往后倒啊。行。太猛，再往后倒倒也行，没事儿。OK。再往后倒一点，倒点，这轱辘上正道上。哎，小帅哥，咔咔的。开点吧，要不等油绳能解出来吗？往前开点。好，倒车的水平不行啊，还得练。哎，你驾照多长时间啊？新手，今年八月份、几月份、九月份才买。新手啊！啊。出来了，到这道就行了。后退后退不得，退不了，那也不能再往前走了。大家越往里走，不越死胡同了吗？是不是那道越往前走还有很多？但是走不了了，就死胡同了，就那个啊，就是你就是有道眼你过不去，车速就给你查死了。那是那会儿，你就是我说那养行那房那嘎子，就再往上走那也是200米。啊，过了房再走上面一轱辘就。走不了了，树就走不了了。过去上炕坐会儿，挠挠。要不是怪冷的。在你俩在车播呀？不饿不饿不饿。给咱俩煮点方便面，让咱吃点。不用。然后那啥，给我整俩银松子。然后挠挠就着急抓急的到这挠会儿，再闻汤再往回走吧。我说这道还敢往上开，我得看那个。拉沙那个大坡我都给开上去了，应该导航导错了。那个沙坡我都一脚油门轰上去，轰到最顶上了。到那食堂那个。那个沙场那个我都到最上边了。到那个抠磁头那地方了。啊，我都。那家没有人。对。没人，我都上最那上面去了。那你上那顶上，但下来的时候你还往这里走啥呀？就别走了呗。然后我俩就盯导航的呗，不知道啊，真的。这你俩。我俩也是傻的。这道走的呀，不是我说你俩是不是来就专门来旅游的，看看闯世界去了？啊，我就想那道，哎呀，走吧，往前走吧。来吃点这个，行，不用。你俩吃这么点，不用不用。车上真的，我俩那什么，车上都有吃的，啥都有。你俩吃。当然，你们喝点汤，热乎的，反正快点。你那个什么，你愿意吃，别说你要说不愿意吃，你知道吗？咱别麻烦，说实话。没事，这玩意儿这咱说吧，没事，麻烦玩意儿。要不这走的时间太长。对，走的时间长，像你领兵走这是得20多里地。我怎么感觉？因为领兵你再走那雪地方不好走，你再穿鞋。我感觉我杭州的。哎呀，我走那一段都给我干好几脚，都给我整趴下了。我感觉都不止20里地吧。从咱这嘎到那个市场那嘎子，就那小屯儿，那是18里地。啊。啊，到那个就那个有几户人家那个，对，那个就18里地。对，哎呀，你就到市场那沟口那就算20，你再往上走你就算4-5里地顶天了。哇，再说你走那个穿着鞋你不适应走雪地，你走的好累。对，然后还滑。哎呀，我走到那个啥那个就是你们屯上面那个，就是那个市场那儿啊。嗯。哎呀，腿都已经疼到这根儿了，就是走道就是。我寻思上你这坐哪？哎呀，这来到这儿，你就来说你就当家了，好好好就赶紧。哎呀，要说，哎呀，我点子还是比较。没到今天，我后边儿说怎么，这碰上那天来找我说那个找碰上你，这是也是缘分了，真缘分啊。要不别人你也没问。对。铁皮。对，你现在是不是腿就是泡沫？俺们嫂子，你们是一天两顿饭是吧？两顿饭，对，吃点热乎的。现在没事了，别担心了啊。你那边是啥？林区大雷。哎
哎呀妈，二姐会找我。那只要你家里人，他都得问，问都得问。那、啊、多一宿啊！那这一宿没有信号，都联系不上，都得问视频。哎呀，小华呀，太惨了！我这连你们建堂还没走出去呢。昨天从那儿走，导航导错了，走到大山沟里了，车坞里了，然后在车上干了一宿。今天早上走了能有二十多里地，终于找到人家了，遇到一对好心的父子俩，这怎么拖拉机刚给勾出来？没有一个人找我。哎，我去，真的，我真是没事人，没有一个人找我，我手机不在小一下里。这事儿来讲，我当时我都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啊，手机连信号都没有啊，到现在手机都没有信号，是在人家蹭的网。夏天咋？对，夏天暖和点，好过点。这大冬天，咱说实话，真的，完了你这手机还啥都没有信号。对，这玩意儿整的都，感谢啊。不用谢。完了到哈尔滨联系我啊。行。嗯。我家都在哈尔滨，现在。完了，我现在要是赶紧回来。来姐啊，哎呀，感谢啊。你就往回走了啊！我寻思这还不出来，我怕他再，怕他再有啥事儿。野兽叼走了他吧？我一看，你们一个女的上车啊，是他俩知道是他们人。我说这是女司机，我说这挺服。我当时就这挺服，这道还往上开。别说他手软。啊，没事，走走走走走走，联系我啊。行行，走了。走，我们哪忘了一个腊八节啊？谢谢啊。没事没事，来啊，慢点开啊。啊，走了。我要到哈尔滨联系啊！慢点开啊！拜拜啊！走了、啊、是吧？拜拜！赶紧回家吧啊！拜拜！好，我是大雷，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。如果喜欢我的视频呢，记得点一下关注。